蔡总统整个人态度摇身一变，变得非常有精神哦、喔，而且他现在越来越有自信了。他昨天呢，跟民进党立委在呃参会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讲说，哎，他就秀出了一份民调哦，哪一家做的？不知道啦，我我要是知道，就不用在这边呢，再那么辛苦。汪中做的？好，谁？汪中做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喔、结果跟汪中那个大相径庭。他说。 这个他他先讲了一个方向的、啊，好奇怪呢啊！我们民进党初选是整个党气势上来，那国民党初选是怎么整个党的气势下去呢？好像有一点道理。我但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啊，确实是对的啊。好，那他说他掌握了这份民调里面，他有先问大家，你觉得国家安全重要还是经济重要？哦，这个代表是什么？ 国家安全就是民进党打出来的主轴嘛，固主权，然后啊经济重要就是这个韩市长打出来的发大财嘛，好，然后所以到底你觉得哪个重要呢？他说百分之六十几的人认为是国家安全比较重要，好，百分之二十几的人觉得经济比较重要，哎，这个跟之前美丽岛做的民调的方向不太一样哦，美丽岛其实有高达九成的人觉得经济最重要，好，但但我觉得国八斗重要还是这个这个这个,這個主权重要？ 我不知道了、欸，现在气氛很两极，而且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次选举最主要的主轴。对，那他说这一份民调里面，在民进党初选之后进行的哦、喔，而且是内部民调，不管是沙卡都还是两个人相比，他都是领先。 虽然不像初选领先的时候那么多，他自己有讲，初选毕竟是一个哦，就是有严重机构效应的时候。我就看起来像昨天绿党那一份民调，<laughs> 是这样吗？昨天绿党那一份，他两份，他两份都。啊，对耶，<不>真的没有错。好，刚好又是昨天。好，邀请我,我。我理解了。那因为那时候绿营的支持者会守的电话比较多。不过这一份新的民调显示啊，我可以，我觉得不是绿党，因为在他说在初选过后，我还是领先其他的对手一段距离，而且这份民调里面。 国民党的表态率比民进党高两趴，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机构效应哦、喔，而且我这边里面国国民党的人还比较多、喔，那在国民党还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我还赢，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数字。对，所以他充分的展现的自信，所以大家很好奇啦，那到底是？ 够巴道比较重要，还是够主雇主权比较重要？好，这个大家都很好奇，所以在美丽岛他们其实以前都有做过相关类似的民调。这是美丽岛电子报。虽然大家一直说美丽岛电子报是民调，而且是这个吴子家后来已经跟韩国瑜撕破脸了，但是这个一月做的时候，其实吴子家当时好像还是挺韩的哈。好，那他说这个内阁改组之后，呃，因为当时赖清德要下台了嘛，还要做一个民调，那你觉得内阁改组之后？ 这些这些项目里面可以复选的，复选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是经济跟产业高達，高达百分之九十一点三。按你说主权的比较相关的可能应该是两岸关系啦，在五十五点七。哦，这个落差就有一点大。嗯，好，那因为美丽岛电子报一直就觉得说好像比较亲绿的民调。嗯，那绿里面有两兆的说法，还是说一月到现在的六月？哦。 这是这个这个局势已经转变了哦，人民的感受不一样了啊，也是有可能、啊。确、嗯、实因为反送中，香港的反送中确实有一点让台湾整个这个选举的主轴开始从经济转到主权，嗯、<從>是有一点、啊、变成三是确实有一点。那这是美丽岛五月份五月底做的民调，他说其实已经高达有百分之七十点六的人认为这个台湾整体的经济是不好的。嗯，哦，那但是你觉得经济不好？ 跟你觉得雇主权比较重要，那是两回事啦。啊，只是说这些数据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好，这个主题讲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假新闻这件事情的。嗯嗯，有台传出假新闻，而且是另外一个有台指控他，怎么回事呢？嗯，我们等一下就。我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来？彩色网络对啊，刚才曝有。 冠军爆发，<剛 S 1> 这个就是有问题。那当然这个并没有播了。好，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台三立他播出来的新闻里面，他会讲到，其实他字真的漏的很多哈。他说这个，哎，这个我有个问题哦、喔。 这个登革热为什么会爆发？为什么会惯性爆发？所以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大家就很好奇啊，说啊你韩市长真的是草包哎，你是连登革热怎么爆发都不知道，都要连这个都要问陈其迈？嗯，你到底怎么当市长？你还是让麦麦来当市长好了。好，可是其实大家仔细，像我昨天第一时间我就。 我真的觉得大家要跟我一样有柯南精神，就不会有这一切。不用跟你一样啊，只要看大白话就可以让你分析对对对，认真看大白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就不会在两台里面这样摆荡来摆荡去。当教我们昨天就逐字去听，而且我是先听这个三立的现场直播，嗯，就不清楚啊，因为它中间有一段就真的没有声音。但是这一点，我们要帮同业解释一下，因为对对对，我就后来认真的去比看了每一台，每一台里面的画面，好，按每一台声音，我就找到了，哎，我发现有一台。 的这个直播声音特别清楚，所以我就重新就把它听一次，就是中时电子报它转播的声音就很清楚，我们来听一下。我一下、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都是从这个里部去爆发，而且是惯性爆发，惯性爆发，这个就是有问题。嗯嗯嗯 好，有没有就多了很多字，字数大概多了一倍啦。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是三例。好，我们看看，他说我有个问题，为什么高雄这一次会爆花惯性爆花 没有，韩国语不是这个口音呐、啊，你那是阿扁。啊、他是啦，他就是这样乌起啊。你仔细去听，他就是这个口音。惯、哦、性爆发。嗯、哦，这个就是有问题。好，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十六十一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个字哦。好、嗯，但是原因是怎么样？原因是说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都是从这个里附近爆发？嗯，而且是惯性爆发。 啊，这个就是有问题啊！你看字数差这么多，嗯，好，那为什么三立会落差这么大？而且三立一出来之后，自由时报也跟着有少很多字哦，就莫名其妙的。三立在同时间啊，在当天的报道里面，他就啊在写说，韩国一讲，我问一下、喔，我有个问题哦，好，其实我根本没有听到，我问一下，他直接讲我有个问题啊，嗯，好，少字还多字，他说啊，为什么登革热会爆发、啊，会惯性爆发？这个就是有问题，嗯，哎，但我觉得他。 有多，要比这个又多一点，哎，多一点。但我觉得重点，因为这个里附近爆发很关键啦。嗯，因为韩国也要强调的，不是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爆发，而是我说我们要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老是这里爆发。嗯，好，他是提一个提词，而且他强调是为什么老是这里爆发。好，那中天他们在昨天的这个新闻啊，或者政政论节目都有讲说，他觉得。 这个对话被三立给扭曲变造了，他们就指指说，哎，这三立有造假。啊，三立听到说，哎，奇怪啊，气炸了，我们没有啊。他说我们处理新闻是本于专业，那中间这样抹黑，他们会进行提告。好，那到底三立有没有故意去抹黑，有,有没有故意去扭曲？其实我细仔仔细细的比对了三立的直播、三立的新闻以及各家媒体之后。 其实我坦白讲了，我觉得三立没有恶意，他也没有变造，也没有扭曲。三立真的是不小心出了一个状况。我们看这边，好在韩国人在讲我有个问题的时候，三立的女记者在这个地方，嗯，可是她讲完这句话，她就掉了一个东西啊，嗯，掉了东西之后，她就弯下腰去收。 所以这里这边的麦克风对就这样离开了，他就没有，他就整个人下去去捡东西，他一捡东西，麦克风就没有收到音。对，然后你看下一句，为什么高雄这一次会爆发？摩 i 啊，吼，不是被 P 图哦，他不是被 P 图哦。 人还在，只是他弯下腰去捡东西，所以他这边三立在这一段的收音是很不清楚，所以你你再去看三立新闻网的直播，你会知道这边这句话就是很不清楚，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里会这个附近呢会惯性爆发，这个里附近就刚好去捡东西，我就落字了，落字。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他们其实第一天报道的时候。 没有把这个放重点呢。他们三月十九号的晚间新闻重点是韩国瑜咬耳朵陈其迈，然后诉苦大喊我做狗啊他的重点是这一个，可是呢，是因为当天晚上的事，那个只只是堵栏，好，就是一直打寒的这个粉砖在这边了，哈，他已经写了一篇。 只是突然在六月十九号，因为六月十九号碰面嘛，当天晚上九点四十二分的时候，就先播出了。我有一个问题哦，哦啊，为什么登革热会倒发发，突然间爆发？啊，他就说，啊，我听到了什么问题？这个是他们旧三例的影片上的口白，少更多字哦、喔。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六。十好，啊，少少更多，好，然后这个发酵之后，有一些即时就开始写了，好。 有一些媒体就开始报道了，嗯，就这媒体报道之后，三三立发现哎呀，哎，那我们十九号抓着重点没有抓到这个重点，我们二十号早上读报的时候把它改一下重点，改成什么？就改成这个呃，韩国语怎么会讲这句话？所以它标题就改啦，好，就会变成不同的报道。所以原本他们没有故意把这个放重点，是看到这个以这个粉砖上面，即使上面有这样的做法之后，就开始把标题改成那一个方向。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媒体在二十号的时候，陆陆续续就照抄，都一样的标题了。ETtoday 在六月二十号早上六点零七分的报道里面，他说韩国语问陈其迈为什么会爆发登革热，网友傻眼先热议。然后他的打的口白是，韩国语说：“我有个问题，为什么高雄会爆发惯性爆发？这个就是有问题，这个就是属于少字。” 而且容易让人家误解、误以为韩国语不懂、什么都不懂的那种。那《苹果日报》在六月十号十一点三十三分的时候也是一样哦、喔，他也是说跟陈其麦咬耳朵，韩国语一个提问让大家傻眼。一样，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高雄会爆发，而且惯性爆发？惯性爆发就是这个有问题。所以关键有一些字少掉，那个语义差很多。你对于韩国语为什么会这样的判断就会差很多了啦。哦，这个过程其实让大家会觉得说啊。 原来我我我觉得三立真的没有恶意要去扭曲，只是说他们漏听了，然后再回头去看，看到其他即时哈，或者是这个其他媒体的方向不一样的时候，哎，又又回头把它标题标题改成是对韩国语是比较不有利的。那所以我觉得他没有恶意扭曲，但是后来的这个走势哈，是有一点有一点就不够，有一点瑕疵啦。